我人在第一车啦。是是，当时发生什么状况、就是紧急刹车，然后就是剧烈的。突然就翻车啊，就是突然就爸爸应该是脱轨有被东西不了解肇事的原因，应该是铁轨旁边的一个公司车停车不当的交通事故。我们初步了解是这样，当然整个的我们站在。小安，这个是发现的，这个是选择。